大哥，你干嘛呢？你电话不接啊？哟，亮队长，擦金牌呢？这么宝贝啊？那可不是，这是我们用多少汗水换来的。两位队长，还是收起以前的荣耀吧。这个星期的挑战非同小可，这次的运动项目呢，是从古代的剑术发展而来的，可以说胜负只在毫厘之间，优雅与灵活并存。这周要挑战的项目就是击剑。击剑作为古代剑术决斗中发展而来的体育运动，以优雅的动作和灵动的战术著称，在1896年雅典举行的第一届奥运会上，就设有花剑和佩剑的比赛。1900年，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奥运会上，又增设了重剑的比赛项目。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，中国男子花剑三剑客夺得男子花剑团体亚军，中国击剑军团一战成名。这项古老而优雅的运动逐渐在黄种人的土地上传播，风靡起来。仲满，中国佩剑的灵魂人物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，他一路过关斩将，决赛中以15-9击败了法国名将佩洛，获得金牌，成为首位获得击剑奥运冠军的中国男子运动员。这一枚金牌也是中国时隔24年后在击剑项目上再次获得的金牌。这一战，仲满收获了中国佐罗的美誉。男子花剑世界冠军雷声，雷声，里约奥运中国代表团旗手，中国击剑运动员。2007年德国世界杯男子花剑个人比赛，雷声凭借出色的发挥获得冠军。2012年亚洲击剑锦标赛，斩获男子花剑个人冠军。同年的伦敦奥运会上，雷声获得男子花剑个人赛金牌，打破了中国男子花剑奥运金牌零的突破。伦敦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一枚金牌，第二枚这一剑成为中国击剑史上的里程碑。这两位中国剑客满载着祖国的荣誉和骄傲，是所向披靡的斗士，也是铁骨铮铮的中国男儿。这一次呢，我帮你们物色了两位非常非常厉害的队员 ，vivo X66，亮给他们看。已为您找到合适人选。这辆车是今年的新款嘛，是油电混合动力的，我就觉得特别的安静，然后整个里面全方位升级，对，很舒服。I'm a Spencer，我以前是中国香港队的，我以前是from when I was 10。有我在，你放心，有亮哥在，带着你走向胜利之路。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胜利而来的，我们不会再给终结者队一次侥幸的机会了。今天我们代表了中国击剑队，我们绝对不会败给终结者队的。And now today we're going to compete with him. Yeah. 所以我们加油。今天我觉得可以。High five today. 今天我们即将赢得世界冠军。你们就等着失败吧。感受体育魅力，展现运动之美，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竞技体育节目《来吧冠军》，vivo X Play 6曲屏双摄新旗舰。本节目由乐享非凡的 vivo 手机独家冠名。本节目由百万车主智慧之选雷克萨斯智混动特约播出。胃不好，养胃早餐，本节目指定养胃产品江中头菇米稀。混动独家视频平台爱奇艺，观看节目完整内容。欢迎收看 vivo 来吧冠军。
公不公平，看我心情，超越自己，来吧，冠军！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体会的就是进退有度、虽弯不折美誉的击剑运动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欢迎亮队长和倩队长，击剑小王子王嘉尔，欢迎高胜元。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国佐罗2008年北京奥运会佩剑男子世界冠军仲满，欢迎2012年伦敦奥运会世界花剑男子冠军雷胜。那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冠军的能力展示时间。进入到冠军的能力展示时间，眼疾手快。这个项目呢，其实相对来说呢，就要考验我们运动员极快的反应能力了。因为呢，等一下我们那面墙上有一些气球，哎，就像这样，气球后面的灯会依次的亮起。当哪个气球的灯亮起之后，我们的冠军要用自己手上的剑飞快地把这个气球戳破。飞剑，对，飞剑。但是呢，大家注意到中间还有三个灯上面是没有气球的。当这些灯亮的时候，就需要我们的运动员用手中的击剑去戳到这个 vivo X6 的屏幕上。为什么？不用担心，因为 vivo 的制作工艺，这个屏幕是非常结实的。谢谢你们的肯定，我个人也觉得这段植入一点都不硬。重点是戳屏幕干嘛呢？不是简单的戳屏幕表示它很坚硬，而是在戳屏幕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完成一次动态照片的拍摄。在这边既然聊到这儿，大家很喜欢听植入的话，我就再说一下。我听不清楚，我听不清楚，再说。vivo X6 的拍照方式有三种。哦，第一种是什么？第一种拍照键，还有触屏拍摄，还有声控。哇！那等一下呢，我们要求冠军是在灯亮起之后呢，要把所有的气球都要戳破，同时完成三个 vivo X6 手机的动态照片的拍摄。有一项没有完成的话，我们都不算挑战成功。我们这一次交给我们2008年的佩剑世界冠军仲满来完成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其实对你来说比较难度比较大的是在手机那手机的那块，对，因为它毕竟面积比较小嘛，而且配件一般是 P 的，这个的话就要求我是用点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哦，哎，我们俩在里面，可以先拍一张。好，来，我们在后面，我先用声控啊。拍照吗？拍照吗？没有。拍照。拍了，刚刚来，大家一起来，四位来，有了，来，倩倩，快来，我来了，拍照，好了，声音关掉，触屏，我可会玩这手机了，太专业了。OK， 好了，准备了啊，来，交给仲满，预备备，哇哦。开始。无限推进没问题，这就是 vivo 的冠军品质。这个屏真的好结实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对，完全没问题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这部手机有没有拍到。哦，那个动态照片是这样的，你摁上去，哇，好帅，看。对，完全没问题，好帅，这个。好，来，掌声给仲满。
所以接下来的锦囊争夺赛，我希望四位要多多加油。当然，因为这一次一个 vivo X Play 6手机里面有三个锦囊，所以每一项的争夺赛都非常的重要。那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锦囊争夺赛，希望双方能够好运，超越自己，来吧，冠军，超越自己。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 vivo 来宝。